我说两句啊，既然萨老师不说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下场对战涪陵的比赛，学校决定由一队先上，你们准备其他的比赛。凭什么呀？对战去年省赛的亚军，学校认为一队稳妥一点。你们二队也很优秀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们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报名的，怎么说话就话了？老师，我们哪儿不合适啊？你们哪儿合适了？ 你在校队这两年，学校连省联赛的决赛圈都没进过，真没进过。你在这看不起谁呢？既然是以学校的名义报的名，那我们参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也是不想给学校丢脸。谁让学校丢脸了？你们才让学校丢脸吧！没能力就人身攻击吗？别忘了你们二队。一天一个二队，没我们二队攒积分，你们打什么比赛啊？ 那我们也是为了学校的荣誉啊！谁不是为了学校的荣誉？你们在干嘛？就你们的努力，你们的努力，小明！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 我不同意。从现在起，校队打省队的积分。 一队自己去攒吧，我退守二队。来，涛豪，你等一下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二队的各位，你们如果愿意的话，跟我走吧。